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韩文 Sherry， 很高兴在这里跟您相遇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开始我们的能量妈咪之旅。然后在这里，你也可以看到韩文是怎么从一个82公斤的胖妈妈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。对了，没错，就是通过运动，当然也要加上科学的饮食。我们一点一点，每一天的付出，每一天的能量增加，就会把我们带上更加 fit、更加健康的之路。OK， 今天我们是一个10分钟的训练，今天主要练习我们的核心，这是我们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我们的腰腹怎么办？我们的小腰、我们的小蛮腰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 ？OK， 多跟着我做今天的这个训练，你一定可以达到。那么今天的这个训练呢，我们是分为两个动作，但是两个动作都有左右侧，然后做3个循环。运动的时间是35秒钟，中间会休息15秒钟，然后设计为12轮。OK，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我们的计时器，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，屏幕下方有，来到我们中国最大的家庭健身视频网站。然后在那里有很多的健身视频，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。OK， Let's go， 开始我们今天的能量之旅好吗？我们把时间设定好，10分钟，然后是休息15秒钟在先，然后是运动15秒在后，开始启动。那么今天的动作我们练到核心，在第一轮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动作要领。躺下来之后呢，肘在你的肩关节的正下方，脚前后分，然后吸紧你的肚子，挺起来 ，OK， 这是一次 ，OK， 再来。如果是刚开始的妈咪们，可以把腿放下来，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运动经历，有体能的话，可以不用落地。可以无限接近地面，但是不要碰触它，然后起来，你会感觉到你核心的发力是不一样的，对核心的刺激也是不同的。OK， 然后换边。其实运动的很多道理跟生活当中一样，运动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动作要有什么平衡。做完左边，你一定要做右边。那么生活也其实一样的，很多事情我们要平衡，我们要平衡我们的身体，不能只是坐着，我们要远离久坐人群。OK， 每天5分钟，每天10分钟，把自己从久坐人群这个行列拽出来，你离健康就进一步了。加油！OK， 很累，可以歇一下，没关系。OK， 然后第二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接下来会做的是一个 crunch， 需要我们躺下来，手呢可以放在你耳边，但是不要抱着头。用腰腹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，尽量去碰你的膝盖，你可以不借你手臂的力，也可以借一点啊。肚子很酸对吗？ OK， 换边。所以我们要平衡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。嗨，呼，加油！很酸，很累，加油！
OK， 第一轮结束。哇，是不是挺累？然后我们开始第二轮做准备。如果说你的平衡能力好的话，你可以把双脚叠在一起，不用前后分。想象一根绳子把你自己的髋关节提起来，啊，哇，没关系，接着起来，啊，嗯，啊，酸酸的。运动呢，不只是说我们当下的这五分钟、十分钟消耗多少卡路里，而且呢，是在运动之后，我们可能通过这种比较有强度的间歇训练，带给我们有一定的氧亏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在运动之后，也在不停地消耗我们的脂肪。通过坚持运动，提高你自己的基础代谢，这个才是非常健康的减脂之道。嗨。不来塞了，就这样吧。哇，加油，自己给自己加油 ，OK？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掌声，我们不需要别人点赞。每一次付出都是为自己。Crunch。哇。一定要有用力的感觉，啊，哇，哇，躺下来是很舒服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只追求舒服，对吗？要平衡一点，也要让自己辛苦一下。我觉得辛苦之后的这种放松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享受的。如果你一直坐在那儿，你真的不懂什么叫放松，但是因为你累过，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放松。我们可以歇，但是我们不能停，不要停止不动，但是累了我们可以歇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，可以把腿甚至这样都 OK， 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能停。OK， 我是越来越爱运动，因为我觉得在运动里面有很多智慧，关于生活的，关于你自己的，然后它的确可以带给人很多正能量。啊，嗨，嗨，因为你要把你的髋顶起来，所以你的肚子必须要收紧。哎，OK， 哇，
crunch 啊，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做 crunch 的时候，你任何牵扯到起来的姿势，一定不要抱头或者头往下，一定要保持你头部的头和脊椎是一条线，不要去这样子扣，这样会伤到你的颈椎。OK， 然后盯着天花板或者盯着一个点。我们要运动，但是要讲方法，不能盲目的去动。嗨嗨，哇，那我都忘了左右了。OK， 哦啊啊哦啊，哥，加油！哇哇哇哇！嗯，哇 ，OK， 好了，啊啊，亲爱的们，我们今天的十分钟就完成了，非常棒！今天是练到我们的核心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这十分钟训练到了我们核心的肌群，然后我们比较头痛的腰腹部的肌肉，肌肉会被我们保持，并且要让我们长肌肉，但是呢脂肪会被我们折磨的一点点的流失。 OK， 然后每天五分钟十分钟跟着我们一起练，你就会在那个夏天看到自己的小蛮腰，好吗？ OK， 非常棒，今天的十分钟。好了，我们哦，对了，在节目的后面呢，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拉伸，我们要有一些拉伸的动作。那么腰腹部的拉伸呢，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，躺在地上，然后向远处伸的方法，拉伸自己的腰腹部，脚绷直，手绷直。OK， 还有一个呢，比较常用的。听起来，然后运动之后的拉伸呢，静态拉伸 ，hold 住10到15秒 ，OK 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。更多的视频，请关注我们下方的二维码。OK，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